我们家送。今天爸爸节，所以是很久了。也赚到一颗送啦！这是什么？做卡片一张，它是。然后这个就是要抽这个啊，可做早晚了，月底先把它抽了吧，看中不中。啊，有点特别的样子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五级内术。它不是五支内束是一般的吧？因为前三名也没办法，我都没有抽，我在等更强的，因为这一队绝对一样啊！对啊，这一队我绝对是玩一玩一样，下一队，因为我莉莉丝啊，这队我是没办法。就是给有爱的去抽的，允许免费奖励，战神山，嘿，我久久录一下，没错啊，录久久录一下，不用长录，长录这样没有 feel，这样就5颗了。哎，还有试炼呢！哎呀，试炼又刚好开启了，刚好打打试炼。庞贝姐，姐盾的没有开启。那要四右回啊，四右位，红色也不行。这对就开启这个了，你看这个多好用啊！用几年了还是圣斗士可以破。圣斗士可以用好久，这一点都不夸张，一点都不夸张。
多没过几次就知道了，千万不要消水。也是消水问题，好吧，扣水然后攻击他。自杀后的攻击。各种颜色的，就开顺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就搞定，除非它是强化，强化开还要开强化起来。哦，还要强化。强化起来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排一排就搞定了。很简单，用脸黑不黑而已。通常如果是打试炼，打到后面他都几乎都是会升级。那礼拜一定你要把他打回去战成级啊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差不多打两天吧，那你一直当天磕特嗨不会升上去，它有那种限制，就是你说你打金就今天这些，你多打那个你爬爬不上去。顿开局，太久没开就不知道了，看一下说明。这样子绕一绕就可以了。
那我六康，有六康就可以了，我会把它打爆。你不要，现在好像都学生那个放暑假，很多小朋友好像就是不要玩太久，因为都会掉。晚上8点啊，8点比较多。加湿掉，然后用开始这个。然后再开始这个。一发死去啊。没啥，今天试练第一天，也会集中在一起解。那我想说先打，因为今天有放假，有放假先打。如果像现在小朋友又不用，暑假啊，
那小朋友打比我还凶，他打很强，然后还跑去看看台，然后说人家不理他，他这打很强上去强就好了，不用看的。为什么实况不理人？因为他们都会去跟认识的人聊天，对，所以他没有认识。像我理他嘛，他又不上来。对啊，有人理他，没有陪他打，他又不上来，怎么办？我没时间一直陪他打电动，陪他打电动我都不用直播了，呵呵。直播会遇到那个淘宝，打完了，应该看到什么石头。那三个头啊，我没有，没有三个头就没有，没有石头。这武装会给那个吗？石头？武装我给一个就好几颗。
没有石头，还是说要全部打完？对，把它全部打完，好像就有一个石头。只想要一打一个，一关给一个，一关给一个，很爽。可以这样子，也不行，还不能飞。我有一颗宝石，刚才一直打，一颗宝石，一颗宝石很重要的。刚好36，这一关要带那个，我还有一滴。
没有时间了。哎，他有时间性的，那我这边打好了。然后打完看有没有，对，让我打完那颗宝石，应该有吧。加点钻了，加点钻，加点钻。这个解完没？这个多远啊？白天是溶洞，然后晚上溶洞，那白天是溶洞很多人，就很少人。相反，下好接一点。就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工作室，跑去溶洞了。这不就体力被榨干了。厉害，剩四只，好多黑暗妖精哦。好像会掉什么吧，有人很不好掉。
哎，完成康乐给一颗，好不错啊。我昨天还有一颗，真的有，可以榨干才有。才三次机会，哦，差两个，哇，可以，孩子，完喽！吓到了，聊个天要等五分钟。
这里有一颗、哦、好爽啊，随便打打就一颗、哦、这么爽、啊，无限回廊就不要了，太难拿到。我要挑战给你拿一拿。不错哎，3万1只耶，3万1只哦，有经验。现在蛇老板了，没有蛇，糟糕，哦，很大哦，至少把手机买。
小组那个自己配队伍。哇，那这不是一般的队伍。等于是等于你没用他这次的活动，等于就拿不到。除非这边有电，不然没有用。都打一关，第一关该不会又卡了？对。
样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一样，十个小时的一样。那第二关一定是要你有卡片才可以。这都一样啊，剩两关，剩两关好像还可以玩的样。那两个地狱拿石头，有力，没有火啊，你可以补奶。故事，还是王小子那个。摘耳机。很凶吗？这刚应该是莉莉丝，应该是可以。我要把它给打爆。
有点难，小心洗起来。没办法就打穿了，其他呢？嘿嘿。哦，补刀16万。还没穿，穿了，我可以。
把它爆掉或是。
就到这里了。